这个超废啦。应该要爆绿哦。哦，血误伤，裤子差一点。干，为什么会秒回啊？去洗个护甲。远古在说啵，不是啊，他们都打到90层呢、欸。我只是想打到70层呢、欸，就都差不多啊，可是打不到70层。看，没理由啊，这护腕有点废，少爆伤。给我。太贵了。看，太废了。打个65，打个66好了。武器 CDR 差很多，20%就是有没有无风塞篮的区别，真的干，真的有装库鲁扣戒啊，有啊，那个那一模一样啊，干66。打小怪的卡卡的，干直接死掉，干为何啊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，明明就有开第一招说超级打不死，欸，我的超级容易死，欸，然后我的黄减 CD 太低了，第一招没有办法，有时候没办法无缝开，超危险。干，真的好难哦！还是要太极哦，真的要太极耶。还是太极比较好，我觉得两个都用输出太嚣张了。哎，能不能把它关起来啊？能不能把秘境关起来啊？真的还是要太极。一定要重开，旋风蛮要成型太难，跳蛮比较轻松。我去看一下人家的 build 好了。跳蛮爽啊。跳满哦，地震是不是？巨人束带，不足之刃，浴火，骨，欸，其实我应该都有了，武器没有。我看地套应该有一套，没有全员骨。武器没有，腰带就这个嘛。哦，它只有80%、欸。哎，它护腕是什么？
对哦，古帕好多哎。麻烦的感觉如果跳，刷太极升巅吗？我是啊，就刷太极。不是 VOD 啊，神经哦！我靠，怎么那么痛？吓我一跳！我快不行了！我真快不行！很痛！我改了什么吗？奇怪，现在不用看，呵呵。我机械斩改掉了，有吗？没有啊，干你啊！耍骗我，我就说我没有啊。吓我！害我少生一次啦。干，没密嘞，不是没怒嘞。干，真会没怒哎，不行，还是要装武器大师啊。是哦，战斗力好像也棒。可是，你知道，一直让战斗怒吼要 CD 的话，那他可能会黄道减 CD， 可能会减到战斗怒吼，然后就让你的让我的赛亚人跟那个叫什么忘却苦痛妈更慢 CD， 他让我容易死掉。战吼啊，就战吼啊！我才所赐我神
这么快？好痛哦，为什么？怎么那么痛啊？还55而已耶。我死我死，你带。我冷却很低，因为我的武器还没打动，没有拿到打动器。我另外一支武器有降 CD， 这个如果有打动器的话，我会把那个孔洗成降 CD， 这样子的话多十级就差很多。现在冷却时间缩短只有32，我觉得到50的话应该就好很多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不朽王虎衣。将哎呦，远古的不朽啊，可以留着做纪念。不是远古的可以拆掉。整理仓库。还是有武器大师比较安心。我的武力精进了。我的精进了。我的巅峰有没有点错啊？我是不是不应该先点减号，先点范围伤啊？集回应该是最重要的吧？欸，料理小喵喵，谢谢。范围伤是不是比较好？改范围伤好了。金钱寻获量最废吧？继续练，练到可以把三个都点到50。干，这当然啦、啊，但是我是说优先度啊。当然，那我干脆练到2000级，全部都爆满，当然最好啊。我就说优先，我就在问优先度啊。爆伤感觉比暴击好，可以先满爆伤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爆伤比暴率好？
因为你暴击出来的数字还是要看暴伤。干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你暴击出来的几率也是要看几率啊。你这样讲没有意思啊，你没有办法说服我啊。我会比较撑爆率，是因为我的爆率不高，我的爆率不高，所以我先点爆率，然后集血斩是靠暴击再回的 啊，不是看爆伤多少回啊。啊，我的那个旋风斩速度快，我触发率高的话，那我集血斩效益就越来越好啊。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啊。那你觉得爆伤比较好，那你要提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样的理论，是为什么爆伤比较好这样子。我不是说，因为你的暴击伤害就是要看暴伤啊，那我也知道啊。或是你可以试试看减伤加击回，什么东西的减伤加击回？无形暴虐不使用，装分战不懈，提高生存率吧。现在没办法看。装奋战不懈，提高生存率。可是奋战不懈是不会被场控，不是吗？奋战不懈，我记得是不会被场控哎、欸。这样子的话，他跟这个忘却苦痛就冲突啦。那卡腰也不用啦。这样子不对吧？还是把五下士换成钢铁胆士看看，会不会比较安全很多？下场试试看，会安全很多，可是没有怒气啊。
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哪有生气？干，就不能给我一个好一点的啊？这很烂，不能给我一个别的地方的远古吗？看一下，无情暴虐，无情暴虐不好，这个不好，这怎么会不好？这40%增伤哎！你说无情暴虐换成那个奋战不懈不是吗？低于35%，可是我觉得还好欸。这个哦。我觉得无情暴虐比狂暴杀戮，感觉起来还好欸，因为额外增加40%很高欸，这个最高也是跌25%而已，而且打王没有用，我觉得啦。哦，不过它是多1%力量，可多1%力量就是多1%伤害，不是吗？多一趴，没有欸，不止哦。哦，那蛮高的。无情暴虐真的对目前没用，你碰到怪很少会在 HP 30%以下纠缠。OK，所以换奋战不懈。然后腰带要有那个怒气回血，是不是？干，我洗成冻结嘞！干，我的腰带也是很烂，我超级不想要的，没有耗怒回血，我没有，我没，我好像没有任何耗怒回血。对啊，消耗怒气，生命回复零。适合集回，我也是这样觉得啊，所以我就是8000也还好，
所以我就是找机会啊。那既然比较适合集回，为什么要放奋战不懈啊？它消耗怒气、恢复生命值的效果加倍，那一条不就等于完全没用了？只剩下那个减伤50%吗？可是我觉得我的血也很少低于35欸，要不然就是直接死掉，要不然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还好。那是怎么把全装备都远古刷大小秘嘛？就大小秘，然后那个啊，魔方啊，赌博啊，对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要放减伤被动的话，那不是放钢铁比较好吗？暴率包上1:10，没错，1:10那个比例是以输出来讲。可是我现在也不只是要输出啊，我有集血斩的问题啊。暴击时回复生命值上限1%，所以暴击率对我来讲是生存会比较需要，而且我暴击率也没很高啊，我暴击率才43%，还没有你们的1:10高我暴击伤害500%。所以我那个地方点爆率是正应该的吧？嗯。你爆伤不用特别撑，你双重命，我没撑啊，所以我就是用爆率啊，所以我就是在找爆率啊，我的巅峰也先点爆率啊，所以我才会问说，为什么刚刚那个 Adam 79979说要爆伤嘛，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理由？所以我才问他，因为我的理解我是撑爆率啊。项链洗个10爆不错，我当初就是在10爆跟25里面选，我现在选25。我靠！3个挂号，我靠，超级1000呢！嘎，好想要洪荒哦！打不过70，不过如果我把太极升到50级，然后。如果太极升到50级，然后打到打洞器2颗，然后把这把换成减 CD，这把也换成减 CD，那把就换弄成减 CD，然后，干，在想这个要不要，这个要不要洗爆率啊？因为毕竟集血斩嘛。
或许那个时候就可以试试看，或许那个时候就可以试试看。打七十，好吧，先爆绿吧，生存比较重要。爆绿也不好洗，说要洗到10%很难呢、欸。妈的，一个暴力都没看到，好险！我死习多也没有很多啦，100多个而已。做485/557就没了。项链爆率你就能改点爆伤，然后你让长出赛亚人基本爆率在50以上。对啊，我就，所以我现在在洗啦。哦，有了。暴击63%，63%很高了吧？但是还是要减 CD， 现在缺打动器，还有可能肩膀吧。肩膀。肩膀真的很废，看来你需要一件新的，别忘了手气总是在变，别忘了太贵了，手气总是在变。想到一个超没关系，有听到懒熊捡的石膏球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有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这只啦，这只比较好，不过它也是攻速就是了，可惜这只拿来重组，好吧，那继续打太极。单人大秘要70才可以那个啦。
移动式蔬果调理机。我觉得如果太极有个有练个五十等，或许放那个什么奋战不懈啊，是吗？或许真的比较好哎、欸，因为太极减伤如果叠起来的话，应该就有机会被打到那种35%以下，他就再减伤50%，就或许就真的有办法靠高暴率的机械斩回血回回来，在那边上上下下这样子。可以耶，干，只想过70而已啊。然后还是要打到打洞器啦，这样才可以那个无缝赛亚人跟忘却苦痛，还有就是要好一点腰带啦，我的腰带他妈的忘却苦痛4秒就最低的，要是多个2秒感觉不错，就好很多。霍尔凯索赐我神力，怎么走这儿啊？可惜哦，以后没有办法再看到他说很就是30%以后直接暴血死亡了。因为我刚是打到魔杖吗？操！很高兴见到你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干你啊！真的打到魔杖。羡慕，大蜜其实多羡慕。这什么啊？欸？这是那个欸，那个啊，地震用的武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看来你需要一件新的未知装备。我以为是。读哪呢？赌腰好了，记得回来光顾。买不起，耶、yeah, ，买不起。
刷到睡着。看完我也想完了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工商的时候讲，发有这种想法。恐惧的滋味如何？我的成效一定很好。你觉得 CDR 要不要先用迅捷勾玉？不要，我觉得先升太极啊。改工商吃东西的话，大家也应该更多人说，哎，可惜我这个时间不吃东西。如果哪天接到吃东西的工商，我应该也是晚餐时间开台吧。金守护者来了，好远哦，阿蜜，好加你远。光时间只能洗，我也想玩恰鱼绿永边，干我不会啦，反正大家都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嘛，我不能管大家、啊、那个工商的厂商自己要知道就是这样啊，拿给我直播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啊，他们如果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评论，那就不要工商了。烂呢、欸！这些武器到底要看几次啊？哇、哦，这个护腕来80万个了吧？干！感觉上有厂商这样抱怨过没有、欸？其实有找的厂商基本上都了解吧。我想你可以先从一句你好开始。你上季是太极迅捷伤级，真假的、啊？你没装贝苦打得死人哦。贝苦还有嗜血狂怒，那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加攻速又是会加暴击的次数，又会补血，其实也是半个生存，我觉得蛮重要的。
我的力量越来越强。怎么就算多单刷不找人起啊？这样比较不容易挨困啊。屁啦，找别人一样挨困啊，啊，通通都是挨困啊，啊，干脆单刷。单刷我觉得比较轻松啊，真的要睡他妈的我就直接睡了，不用管那么多。贝苦有加暴率吗？好像只是加攻速而已吧。你加攻速就增加了暴击的几率啊，那你攻击次数多嘛。说暴率零称暴伤会有隐藏 buff， 屁啦，这是不会暴击，好不好？暴率基本有五的了，露死。没有办法零暴率了。赫萨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回去喽。有盾呢、欸，暴风盾呢、欸，怎么这场拿了两个盾呢、啊？好屌哦！
只有第三本体没有买胶片，这样可以玩什么？就是没有，只有到60等的可以连线，可是只有60等吧？我忘记了。会想玩 POE 吗？玩过咯。都没有橘子，不然还可以那个。给小朋友用。因为像你会实况吗？我不会吧。我不会玩啊。那我现在读什么部位比较好啊？还是把腰读到6秒？还是把史迪读到远古啊？史迪有没有远古好像没有很重要，因为橘子也不会变。哎，真的哎，我觉得6秒会差很多哎。要带要带。记得回来光顾，被你赚到了，买不起。哼，其实要带，漂亮。读小二贼，不啊，不读小二贼，这一套装备都还没有打满，就先不要，先不想小二贼了。死期还100个，累喽！我在想，我的死习现在就是拿来洗东西，做黄武去转拼小二贼。我知道啊，我这两把就是这样子啊，很难呐、啊。不是，我换小二贼的话，我要有好的强横，然后又要改一些装备，很难呢、欸，我觉得。小二贼要用，小二贼是要做什么啊？做几把来看看好了，反正实习还会再打。就是单手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削波剑去洗嘛，对不对？很难洗到吧？单手剑这么多。那重型武器都洗到我快要吐血了。这把没错吧？
不 OK 啊，魔方他妈的真的是洗不到啊，干绝技。史上最不知所云的一把剑，野木林，碎啊！超级烂剑不停的来，干你娘！怎么可以洗到这么多没有橘子的剑啊？厉害厉害！好的，怒拆，烂透了，哎。不是叫怒刺吗？不行，那把就叫做怒拆了，没什么好说了，太欠拆了。雷克尔是冲锋套嘛，对不对？不朽王是砸。哦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差不多了，要睡了，好累哦。tired 的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现在有点累了，这个打了真的很困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。这游戏 D3 我在美服啊，我以前玩过 POE， 但现在没玩 POE， 未来应该也不玩 POE， 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晚安啦，大家得早点休息吧。拜拜。